志工伫咱个校园，吼、哦，无管是早时啊打扫，啊是咱个资源回收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咱大型个活动，啊，比如讲，阮昨昏开始准备今仔日个活动，吼、哦，阮个嘉玲妈妈在哪里？郭嘉玲妈妈在哪里？哈、啊，还有我们的郭学龙妈妈在哪里？郭学龙还在后面哈、哦，非常感谢他们两位哈、哦，从昨天早上都已经把我拖来啊哈，九点做到十二点，下早啊嘛是七点外就开始来准备，所以阮做用心来准备遮物件，啊等嘞，麻烦恁用心把阮的花插好势，迄花有够贵有够贵，卡真啊买无够。搁去甲复兴宫的妈祖借三蕊来，哦，搁拜托的，阮的花都无够哦，你三蕊借阮哈，用偷的啦，用借的啦，啊，所以咱今仔要义工的表扬哈、哦，咱来邀请，哎，咱店店的名的志工爸爸、志工妈妈哈，啊，请恁来到台下顶，好、哦，来陈经纬帅哥，太慢了哈、哦，要唱歌啦。太慢上台都要唱歌啊，超过十秒钟就要唱歌哈、啊。郭嘉玲小姐，好、哦，又跑的，又跑的，又跑的，三十二一楼。陈之桦小姐，谢嘉玲小姐，你超过十秒了，谢嘉玲。郭学龙小姐。啊，本来是要请咱的校长甲咱颁奖，啊，校长今仔日有重要的代志啦，吼，你超过十秒，等下叫唱歌哈，啊，咱校长今仔日都有代志，啊，所以袂当来，啊，所以咱邀请咱的教务主任，咱的庄永武庄主任，掌声鼓励，没有尖叫哦。谢谢你们哈、啊，谢谢你们。啊，大家好，刚兄，刚兄，端午节哈，我的志工团就拿家的人哈、啊。啊，你哪有意思要加入我的志工团的哈、啊？拜托嘞，你哪有时间，请你来加入我的志工团。我的志工团哈、啊，人真正上少啊，不管你是阿公。阿嬷、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姐姐，你都可以当来加入我的志工团。西瓜甜不甜？青草棒不棒？无辣无辣，青草棒不棒？啊，口罩拿下来。哥哥，请上前，往前站，超过十秒钟就唱歌。然后我们的六年级的大哥哥有话要跟你说。谢谢金伟哥哥，每次在学校有活动的时候都会来这里陪我们，然后会帮我们拍下美好的每一张照片，都是充满我们每次活动的回忆。谢谢。罗真妈妈，三朵花的妈妈，三加一朵花。
讲包吼，你这条话真来好好用。啊，妹妹有要讲啥物话无？无话人要讲。来，那用爱的抱抱表示哈，来抱抱亲爱的妈妈，谢谢嘉玲。每天只要学校有大型的活动，伊都义不容辞啊，比我较早来啊，系啊，谢谢你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上台的是薯条三兄弟的妈妈。好，嘉玲妈妈，这个应该要叫嘉玲姐姐啦。他们家有三。